大家一起呼喊口号，宣示共同打击登革热。松山区清洁队长罗朝根表示，感谢松山区各位里长以及环保志工一起针对居家及社区周边中庭绿地、排水渠道、遮雨棚、天沟等重点区域全面清除积水，消灭区域内的病媒蚊，保障民众健康的生活环境。觉得很猖獗的地方，很容易就有一些带进来，他们带进来，他们是没有症状，可是他本身有感染力。好、哦，那如果说他的蚊子咬了这个，哦，然后又咬到鼻涕里面，咬到其他的，他就会感染上。所以说，不要蚊子，就是说，我、哦、拜托各位里长跟我们的里长，看到地面有什么积水，你就把我像这边看到，随手把它清掉，好不好？松山区长游竹平表示，今天正好碰到下雨，也提醒大家寻到清刷的重要性，因应疫情解封重新办理实施活动，希望社区一起动起来，共同维护松山区的健康家园。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